这是一所有沧桑岁月雕刻过的学校，这是一所有浓郁书香氤氲着的学校。有人说它像大家闺秀，独自美丽，惊艳了岁月；有人说它像参天大树，开枝散叶，温柔了时光；有人说，来到它的身旁，就感觉到悠然的岁月飘来了书香。这是一所由岁月和书香浸润出来的学校，它就是坐落在八朝古都开封的河南大学。它有百年的风，四季的花，晶莹的雪，皎洁的月。它有让人过目不忘的绰约风姿，它有令人流连忘返的脱俗气质。河大的风，时而刚劲，时而温柔，时而粗犷，时而细腻。这风从北宋吹来，摇荡着铁塔风铃。这风从明清吹来，飘过巍峨的城墙，在贡院群君不去。这风从民国吹来，爱抚着玉校校门，摩挲着玉校校长林伯乡茶叶的马灯。这风从黄河吹来，它从远方来，要到远方去。这风吹拂着这所得风气之先的学校，它承载着中原大地第一所现代大学的骄傲，它记录着大河儿女前瞻开放的胸襟。一批批学人在此种桃种李种春风，流风余韵至今不绝。河大的花姹紫嫣红，城郊城门风急秀骨，香远益清。这花是微微的兰花，是亭亭的夏荷，是凌霜的秋菊，是傲雪的寒梅。这花是讲台上的谈笑风生，是舞台上的千娇百媚，是实验室里的废寝忘食，是运动场上的龙腾虎跃。这花的芬芳弥漫在每一间教室，每一个课堂，弥漫在每一位学子的心上。这花的芬芳交织着书香。这里有河南历史最久、规模最大的图书馆，400余万册各类藏书，给每一位带着梦想而来的探索者以足够的力量。果实在花香和书香里渐渐成熟，在温暖的花信封中，种子将飘向中原大地，飘向神州大地，飘向四面八方。河大的雪晶莹剔透，冰清玉洁，飘飘洒洒，漫舞轻扬。这雪是阳春白雪，书写着明德兴民的初心，描摹着止于至善的愿景。绿意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，晚来天欲雪，
能饮一杯无，这样的雪月，你会在寂静中看到不眠的灯光，温暖的灯光里，醉意诗友围炉夜话，分享一年的感动，盘点一年的收获。这样的雪景，最易感受南大门的巍峨，大礼堂的恬静，雪松的从容。你会体会到这所学校的雍容气质，你会感悟到这所学校内在的精神，这是百年历练出来的气质，不是浮华，严谨朴实，这是历久弥新的精神，百折不挠，自强不息。河大的月，柔和似絮，皎洁如水，满园清辉，娴静安详。这轮明月，辉映着海内外50万河大校友，抒发着母校和校友之间的深深思念。这轮明月，连接着河大和海外百余所友好院校，传达着彼此携手的眷眷情谊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此时的你，也一定会和我们共在这轮明月之下。